这个产品呢是朋友给我的试用品，我就这样沾一点点，看得到吗？他说浅浅的就可以用这个产品来用，我今天就拍一个 video 看看能不能得到，太深的是不行哦。就这样子画圈圈来涂，我觉得自己很像那种车厂工人一样，现在变得，然后就涂一下，这样子就抹掉了，这样子抹掉。你看，真的是没有了耶，真的就没有了，真的痕迹就没有了，还蛮神奇的。我车子刮伤的地方还蛮多的，还有个后面轮胎还没有弄，我先弄前面的，一部分一部分来弄。